何让邻居姐姐对自己心动？一，对姐姐死缠烂打。老婆，老婆，在哪儿啊？为什么不回消息啊？接电话。现在才11点多，不会睡了吧？坐。不是，你离我这么近干嘛？你坐那边去。哦。怎么又不接电话？要不是看灯亮着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赶紧回去吧。二，在姐姐面前装可怜。陌生的城市适合流浪，一个人游游荡荡。还睡呢？都几点了？就身体有点不舒服，眯了会儿。哪不舒服？感冒了？应该是，头晕。好困啊，累了一天了，彻底。你就住这儿？对啊，小是小了点，但好歹是单人间，总比露宿街头强吧。收东西啊，跟我回家。三，偶尔和姐姐发生肢体接触。怎么样，身体感觉还烧不烧？干嘛呀，被别人看见多不好。怎么样，烫不烫？胖，角度问题啊！我刚才躺着，你从那个角度看，我当然会显胖。果然是角度问题，这么看，依旧这么漂亮。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跳成这样？是心悸？不会是心动吧？攻略成功。这世界很酷。